老头，我觉得一代好玩还是二代？哦，老头觉得一代好玩是二代，我是觉得二代啦。二代可以做的事情比一代多啦，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一路砍到底，然后能做的事情越少越好的玩家呢，我是比较推一代啦。但是一代的剧情只到第一季结束就没了，啊，二代是还有含第二季的剧情在内，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玩二代好了。今森林奥克で何かやってるみたなんとなく察しがついてきたぞ。啊，森林深处似乎正在怎样？捕獲するために。看来为了捕获那个巨人，才特地把他引到这边来的。エルヴィン団長の狙いは最初からそれだ。团长目的就是这个啊。壁を壊そうとした巨人は、多分エレンと同じ能力を持つ人間だ。なら、这是不是傲娇？その人間を特定すること。我不知道是不是傲娇哎。さらに。但是他就不喜欢看我的影片，我怎么知道？他还会去看那个英雄日常，英雄日常开箱玩具有没有？他会去看那个。無事だったか？あちらどうだった？抓到女巨人了。そうか。やっぱり。那声音果然就是女巨人。目頭の罠にかかった音だった。それにしても、どうして団長は？エレンが壁を出たら、そいつが追ってくると確信できた。为什么团长可以肯定？トロストクが襲撃された時、エレン一出来就可以就彼らは巨人就会追上来。攻撃をやめてしまった。ボールローゼを塞ぐ内扉まで破壊しなければ、おそらく途中でそれどころではなくなったんだ。理由は破壊城墙更重要的事情。エレンが巨人になって暴れ回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エレンの巨人化をあの場所で見ていた者の中に、超だからこそ。この作戦を言ったが、だとしても釈然としねえ。エヴァマ四歳。もう少しくらい多くの兵に作戦を教えておくべきだったんじゃねえ。老头几岁哦？十八岁啊。啊？他说什么？但就算是这样，我也没办法释怀。我觉得应该要让更多士兵知道这个作战计划。不，我不这么认为。有间谍。僕もそう思ってる。後でこうするべきだ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は簡単だ。当初怎么做的很简单事的。誰にもわからないよ。だけど選択の時は来るし、しなきゃいけない。団長は100人の仲間の命を。团长选择了舍弃100名伙伴的性命去保护城内的人类。大して長くも生きてない。虽然我活得还不够久，但有些事非常确信。確信していることがあるんだ。何かを変えることのできる人間がいるとすれば。化け物をもしのぐ必要に迫られる。这边全部都是在讲屁话了。何も捨てることができない。简单来讲就是。何も変えること。如果不做出选择，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一定要得有牺牲。然后他可以居然把它分成这么多句，啊，我觉得蛮靠北的。巨人が侵入するのを阻止することである。すべての巨人と交戦する必要はない。森へ向かう巨人のみ発見したい駆逐せよ。根本在讲屁话。第三章舍弃的决心。就好比说，啊，今天你在玩《魔物猎人》，有一个重要的活动要打，啊，哇塞，马上抓到我是怎样？啊，这999是什么东西？哇塞，哎，刚有没有看到那个伤害999是怎样啊？我傻眼嘞！只有一次机会吗？那不就无敌了？我再试一次。999是怎样啊？哎、欸，没有了是怎样？哎、欸，伤害好低哦、喔，怎么办？我现在拿了一个烂的武器，我忘记把它换回来了。干怎么办？可以中途换武器吗？他是最后一下才这么高吧？那是只是打好玩的而已啦，吓我一跳！啊，如果这样子嘞，哇，尴尬了，没有换武器。bug， 那不是 bug 啦，那个是这个武器的特殊能力啊，可是感觉是做好玩的。我居然连他都砍不死！
老头永远十八，没错，晒到的爽感吗？我觉得应该就是打一个爽度吧，就是看到999很爽这样子而已啊。那应该不是实际伤害吧？他应该是每一下的最后一刀伤害都被设定为999，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是啊。瞄到你的屁屁，瞄屁屁哦！我们再试看看就知道了。哇，这个伤害烂到靠背，有没有？最后一下999999，干在虎烂啊！这个就是装模作样，你知道吗？紫色的是怎样啊？是他快不行了，是不是？好吧，赶紧去救他。我们尤米尔出事了。僕たちも手伝うよ。什么？烂武器，烂死了！超级鸟，应该是有机会999，真的吗？是这样吗？哎、欸，有人要死了、欸，来不及救了啊。啊，抱歉了，瓦里瓦里。来不及救了，被发现了！哇哦！啊！哇！我要被吃了！救我！救我！你们这些王八蛋不来救一下啦？有人说这是有机会999，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我们打那种女巨人，就靠这个几率去取胜就好啦，不用升装备了，有没有？哎，干嘛啦？我看起来很好吃，是不是？哇！干，他们超强，这些巨人怎么回事啊？哎、欸，哪有人这样连续抓的啦？还可以轮流强奸的哦！发一下，发一下，快点，我快不行了。这些巨人好强哦，怎么回事？难打，生存的意志啊！不然就死掉了、啊。他给的秒数很短哎、欸，一定要的啊，是不是？啊！好强的七星种哦！再一次被发现了，我该怎么办？打不痛啊，大大！这把武器我弄得好难过、哦。啊，你居然怒吼了！这个问号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号居然是怎么回事啊？迷之巨人。
充一下，补充一下。準備完畢ね。准备完毕。死呢！哦，没事，抱歉，不小心撞到你路过。死呢！搞哦！啾啾啾！啾啾啾！喂，我被推开了，好厉害，好厉害！还知道要把我推开啊，不简单啊。补下补下。哇，这里没有。你干嘛拜拜啊？你是在拜拜吗？巨人は森の内部に向かっていく。イン、死ね。声の主はきっとあの巨人だ。我靠，这是怎么回事啊？打下去四百多而已，是怎样？我去前面再盖一个那个补给区域了，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这边一个补给。然后这边有问号巨人，死吧！太快按了，没关系，死吧！你好硬，跟我刚睡醒的时候一样。怎么这样？胆小啊！去砍他！他就也没砍到人啊。这个巨人完全不鸟我，一直往那个方向冲，完蛋了！这巨人是怎样啊？他是看上哪一个妹子啊？狂追不舍这样子。看到美女智商增加。是这样意思吗？狂追哦！嗨，你好。哇哟，把我推开，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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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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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海灵顿。哇哟呀！我卡到我了，卡到我了。哦哦。死呢！终极一击，九九九，恶魔之力。哦，随便乱讲的，听起来蛮中二的。你有看过恶魔之力吗？让你尝尝我恶魔的力量。别躲啊，别躲啊！哎呀，死吧！哎，撞屁啊！让你看看恶魔之力。我觉得999真的是随机的，我觉得是随机的啦。放个狼烟好了，增加一下伤害。一克瓦油，哦耶！快点，戳他，戳他！帮他抓羊。老头几岁啊？18岁。哎，新观众安安你好。無事に切り抜けられてよかったですね。死神的镰刀。那个巨人是不是裸体啊？这些巨人全部都是裸体啊！全部都是裸体啊！我是不是还有个人没救啊？我看到了，在那边。我先去救人，先去救人。
に木陰から巨人が飛び出してきたっておかしくねえぞ。あげるわ。哇，小巨人的逆袭 ，so 卡哇伊，去死吧！砍！伤害值有够低的，我天哪、啊！拿错武器啦，刀断了。如果拿刚刚那个那把零四去打的话，我觉得这边不会那么这边不会那么难。他们两个在搞 gay 是不是？两机哦，完全讨伐。结束，成功救到人了。なんとかここは片付いたようですね。おかげで命拾いしたよ。你有看过新兵日记吗？有啊，有看过啊。里面有一位，里面有一位演员是我的国中同学啊，那个吴勇啊。有没有喝小米酒？要不要喝小米酒？要不要喝小米酒？呜！すごいね。胖胖巨人结束了，真假？真的啊！啊！抢不到战神的特仕版的后果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的战神特仕版没有抢到。びっくりしたじゃねえか。情况不妙。ニオゾ、方角は。我闻到了这样子。全方位から多数同時に。なんだこいつら。真的啊，那个新兵日记的那个吴勇是我国中同学啊。我们以前还打架，有没有？さっき何かしやがったな。不打不相识。完喽，该走喽。哎、欸，有什么好吃的、啊？哇，快来啊！好久没有见到女人了。啊，那这些巨人表示见猎欣喜，这么久没见到女人了，全部都一窝蜂的往前冲。我要女人啊！这个也要守，好麻烦哦。你确定这也要守？不想守哎、欸！我可以不守让不守让他直接结束吗？超级浪费时间。我们要砍手啊！这个女巨人被捆绑 play 了，捆绑 play。这种剧情好像这是在什么那种插片的时候有出现过，对不对？啊，你们应该有印象吧？什么片片我就不知道啦，不好说，不好说。哎、欸，怎么这样？什么片片我不好讲啊，不方便说啊。刀断了。吴勇是新兵日记的谁啊？就是那个啊，原住民啊，夏正峰啊。高高瘦瘦的啦。他之前最早是参加那个什么星光大道哦，不知道是第几届的，然后后来好像有得名吧，然后就后来就开始参加那个新兵日记的演员啦、
对啊，啊，现在人不见了，爸爸去哪里了？阿公，不要这样子，老牛吃嫩草啊！应该是我吃才对啊！你不行了，你不行了，交给我了啦！不要勉强啊！结束了吧？我都杀完了、欸，还有吗？没了。哦，那边还有两只。这里啊。新手の巨人は近づいてる。この巨人が多くては、俺の鼻も役に立たん。ジョジョジョ。殺してやる。ジョ。ワオ。ワオ。短冲，冲刺力道不够。哎呀，干这个角度深，太下面了。好了，没了，结束了。女巨人的屁股一直扭，我要看。啊死！这个角度。神视野，神视野，神视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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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尻美尻。该奇袭了。哇！哦，原来开始尻他了。哎，我要打了脚，我要打了脚。原来要再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内。把他打死是不是？我可以打的材料吗？我要打好久哦，九九九砍掉了。哎、欸，他真的是随机九九九，哎，好爽哦！他不是固定每一刀的尾刀九九九啊，那、啊、就是看运气啦。哦，有了有了有了，神装啊！神装神装，哎、欸，他说手死手女巨人，我们把他家弄死好吗？哎、欸，我们女巨人要死了、欸，哈哈！哎，干太多了啦，守不了啦。我觉得这一定会失败啊，他就是故意要我们失败啊。没有错吧？那剧情就是失败的啊！真的要失败了。啊，既然会失败，那就由我来亲手解决吧。你们说这样好不好？反正我们也阻止不了那么多巨人了。亲手解决你，哎，解决错之了，靠呗！你太碍事了，你去死吧！哎、欸，太慢了！哎、欸，我这样输了吗？我看一下，我们这样是输了。尽速讨伐巨人！哎、欸，我输了吧？哦，输了，输了，输了。吴庸好像比老头高，当然比我高啊！哎、欸，失败了，干！失败嘞、欸！要重打了。好，福利就放到这里啦。好了，剩下五秒了。可以，可以，可以，神作，神作。说完就过三天，三千年。有订阅哦，感谢，感谢。你好，你好，吴俊贤。哇，被吃了，事态不妙，撤退，撤退，撤退！森の西側に集結し、陣形を再展開。カラネスクに帰還せよ。
哇，女人！やられたよ。なんて面だ。てめえ、そりゃ。敵にはすべてを捨て去る覚悟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まさか自分ごと巨人に食わせた情報を抹消すると。好吃，好吃。安安，你好，陈佑生。二代是重复第一代，现在玩开始第二代的剧情吗？应该是说他从头开始，但是有加第二代的，有加第二季的剧情，就这样子。你就把它当新游戏，然后强化版，然后有增加第二季的内容，这样子。啊，这样你应该更了解了吧？哦，这局打好久、哦。